大家好，我是 Jaden。 好，我是 Ian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成。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这一次我们初次来到深圳的这个线下活动呢，已经圆满结束了。这一次我们在深圳的线下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热烈参与啊！这一次来到深圳的这个活动呢，终于圆满结束了。这一次呢，也终于感受得到深圳人看待我们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房价呢，还是觉得非常便宜的。自从第二家园发布以来，大家都有很多的疑问，那也离不开这三个课题，那主要是材料清单啊，那现在可不可以递交申请了？又或者说是房产应该怎么选择？那我们在这个线下活动一一为大家解答了。然后有不少的客户呢来到现场，也对这个第二家园最新可以开放申请这个政策呢感到非常感兴趣，也不少的客户呢向我们报名了。大家是想了解关于更多关于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如何申请的话，不妨联系我们的后台。因此呢，我们也已经打算安排在下个月呢来到上海跟大家见面。我们呢也会将会在下个月在上海呢再次进行线下的活动。那上海的具体活动时间跟日子还有地点呢，会在稍后的平台呢跟大家公布这个新消息。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，毕竟呢第二家园呢还是有很多人排队的，抓紧这个先机呢，我们就可以尽快递交，为你争取到第二家园的身份名额。关注我是圆圆，带你踏出海外的第一步。关注我们，让您移居大马更容易。多关注我们，我们会给你跟进马来西亚最新的这个消息。谢谢，时刻关注我们啊，了解更多关于马来西亚的信息。马来西亚资产配置，您值得拥有。